Einige,11、12、禮拜一嘅凌晨12:35，啊咁我翻嚟，啱翻嚟嚟嘅，我先喺個朋友嗰度，喺個廣州朋友屋企度傾下偈，喺橫區嗰度。好，試下先。翻嚟有河粉食啊，幾好啊！啊，多謝老婆啊！哎呦，正You're welcome. I love you。I love you too. 然後咧，你就有啲立場，唔知放喺邊度咧？冇啦，用晒。啊，算啦，你就唔好食啦。嗰啲酸菜好多辣椒啊！我得，等可以我。酸菜有啲生嘅辣椒。都唔食得嘅，食一整。哇！咁食乜乜物辣片，整到好邋遢，嚇？唔得，你食得晒嘛？唔得，食晒攞住碗啦。啲酸菜好多辣椒嘅，琴晚都丟只辣椒罐去啦，都用晒嘅。系，而家都最好。啊！真係有啲辣椒喺度，我啲辣椒炒，係啊。冇乜必要去食宵夜啦，咁花咁嘅錢，係嘛？花20幾蚊喺嗰度坐，已經11點鐘啦，坐到唔三唔四，坐到12點咩？係嘛？你冇理由坐到1點鐘啊嘛！其實咁鐘又唔同，假如我諗住趕翻屋企咧，仲係嚇。問一問佢情況有咩打算？即係我直接問佢有咩打算？打電話唔得咩？打電話都冇咩，有冇咩？有冇即係傾下偈咁樣咁？你嗰住喺肥佬度咧，咁啊停車方便啲。就算佢買翻嚟，佢咩唔一定係用，喺佢練下。咁平係嘛？唔使整都得。大開啲眼嚟先。不過一定要問清楚，你問下嗰個保險公司，像呢種情況，差唔多到過期啦，可唔可以買保險？不過保險啊，應該可以買嘅。我唔知道，我未買嗰啲保險，咁問你哋好。因為你係買保險，交通骨真係另一碼事。唔係，你咪有合法嘅停留證件，佢買你都得㗎。唔係。大開啲牛食啦！唔食牛，點解啊？我食啲粉㗎。我一定係合法嘛，就一個月嘛。
今天就是2018年的5月21日星期日，这条裤是不是继续在这里？现在是的，继续在这里做一下这个节目，什么弹琴。咁我將呢啲咁嘅錄像咧，而家咧就放喺呢個美國網站，其他地方唔放，俾自己睇。咁如果放美國網站，咁啊美國網站開放啊嘛，咁樣都得啫。唔得。嗯，呢個站係全世界都上。You嘛 ？YouTube。係 YouTube 啊，咁冇人，有快吹又成。到時就你今晚自己做先啦。唔好嚇，唔怕唔怕，自己做。啊，唔怕。反正呢啲啊，睇唔到。就話攞只碗去用冇用？食曬一碟粉翻出嚟。我而家拍錄像係差眼啫嘛。我以前咁都喺度講啊，諗下講啲乜嘢嘢，又唔係好隨意嘅，但係生活就係咁咯。嗯，又可以飽嘅。吃的天下都不用吃先磨下。你炒得好食啊！即系你炒得好食，咪中意食咯。系啊。即系有时我中意食下呢样，中意食下嗰样噶嘛，即系咁啊啲。嗯。系咪？粉是會漲胃的，河粉，最難消化的河粉，最難消化，對我來說，
冇咩生意，我三幾鐘先可以做，好似兩幾鐘去做。差唔多試過三鐘，哦兩點半都可以做，咁一直未停過啦。哦，最唔好咁樣。咁樣有冇時間食飯啊？食飯都冇時間啊！啲飯食曬未啊？嗰啲我中午食嘅啫嘛。哦。嗯。都做六個，哦係喎。咁阿志系咪打算搬？聽日要睇屋，下晝聽日下晝，阿肥佬用落班之後去接佢睇啊，就好近，話兩條馬路，好近下咯，近唔遠，唔遠啊。係咪佢就用包曬一棟屋㗎？唔係，佢仲有一個朋友，又係廣州嘅，有人急，佢有人有個女，有個仔，咁咪熱鬧咯，咁樣呵。咁睇下點啊？阿老婆嗰邊又唔理事，都幾好啲咁，個房都唔理，係嘛？佢邊度都好，係佢就係佢自己選擇。即係停車方便咧？如果唔係咧，如果唔搬咧，就要買$70到一升一間。哦，咁啊，勇嗰度冇使買係嘛？唔係，嗰度係蒙氏，佢嗰度係咩咩？即係等阿釘魚嗰區咯，阿喺一萬。我區最麻煩，其實變相收錢啫嘛，一樣嘢咪有人停，咪就係收呢啲錢咯。一年係咪貴？誒，即係咁講。收咁多，佢都有數位啊嘛，係咪？咁啊，佢係啊，你財政收入咁啊，十台七百，咁人哋已經唔收啊嘛。咁啊，系啊！而家啲人啊谂啊，哎呀，$70都计条数，一年360日，咁佢平均都唔系咩咯。咁样就反而冇咁多车停啦，知唔知啊？就绝对有车位停，因为其他车唔敢停嗰度噶嘛，因为啲住户先喺度买啫嘛，系嘛？你睇下，逼逼埋埋嗰边。你停都冇得停，如果要停，要停喺醫院後邊，行路行十分鐘翻屋企。點擊你的名字，發送我的快樂，接受吧。好咯，又要傾到呢度先 ，OK。下次再會，拜拜。下次再會，拜拜。